很大欸，我又回来日本便利商店了，虽然就是时隔不到一个月，但是还是觉得很开心。皮卡丘的，这是上次没有的。这是什么？芒果冰淇淋，这也是之前没看到的。怎么又出了这么多新的东西啊？来日本最幸福的时刻，思考在便利商店要吃什么。新贩售的炒饭饭团，好可爱哦！哦，这边有无印良品哎，耶！很多 Lawson 都会有无印良品入驻。Lawson 小鸡块又出了新口味，是瓦莎比口味耶，好可爱哦！好想吃吃看哦，瓦莎比。又到了开心的泡咖啡时间，冰咖啡，中杯 ，OK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来饭店的公共空间，然后要来吃刚刚买的便利超商的早餐，太开心了！就是抵达日本一开始就是要开始先吃便利商店，耶、yeah. ！我觉得我下船以后，觉得还在晃的感觉。可能在船上待太久，现在走路都觉得好晃。熟成红龟玉饭团，好咸，不是，不是很咸，是很好吃。我们现在要走去结田神社，我觉得这个饭店蛮好，是它到很多景点都很近哎，走路都可以到，可以省交通费。结田神社到了。我要来抽签了，抽不腻的签，100块，有台湾，哦，它好脆弱，很快就。小吉，小吉，如阳光中樱花的芳香，川端通、哦，找到一家超可爱的店，它都是卖猫咪的东西。然后我超喜欢这个猫的，我超想要这个招财的。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这次不是来常住的，就没办法买菜。不然真的好想吃哦，日本的青菜。遇到一个很可爱的饮料机，是面包超人呢。它的饮料长得都超可爱的。哦，看一下它是什么。啊！哇，这看起来超好吃，好香哦。哦，是饼干店。那你那你那你才69块，这个这什么感觉很好吃，是修宽杯。哎、欸、好可爱，拜拜。遇到新主人，有点脏，他已经看不太清楚他的脸了，好可爱哦！这是接近面包超人博物馆，因为是那个鱼市场，然后里面有一家握寿司，感觉很道地，所以我们要去吃。这栋建筑看起来超不像鲜鱼市场，很像什么银行总部，结果竟然是鱼市场了。就这。它的菜单，哇，它的价格真的蛮便宜的耶，就是有115到345，然后转盘上面也有一些可以拿，
然后师傅们都在现做当中，就是很感人。竟然有中文，我们点了半天才发现有中文菜单，真好贴心哦！甜虾，我要甜虾，闪闪发光哎！我的天哪！这边呢，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餐厅，海鲜餐厅，大部分都是海鲜餐厅，这样一整排。活的吗？遇到一个昆虫贩卖机耶，好酷哦！这是蚱蜢啊？为什么要卖这个？而且很贵耶，2400耶。要去大好公园的星巴克，今天天气真是好。好可爱哦，好小的杯哦，我最喜欢日本这种很小的杯，这个小就是这个 size。 对，好可爱。欧盒，欧盒都。你有老公每次问我，你的健康原则我在教，你不能讲出来。我看那个。我们的晚餐要来吃串烧店，这一家呢是我们随便找评价，日本人评价蛮高的串烧。噔噔，很可爱耶，它的外观。酒一番。感觉福冈很多地方都会有韩文菜单，因为这边真的太多韩国人了。我是。哇，这个肉眼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感觉很端耶，端端端。这个东西，很棒哎，它这是炒，炒山苦瓜。这个是冲绳吃，我很棒，豌豆六八它全部送五份来的。串烧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吃饱饭呢，要再回去超市买宵夜。最喜欢的超市时间，嘿嘿嘿，逛不腻，感觉都很好吃，而且都很便宜耶，才580，480，哇，480，看起来都很美味，让人失控的饮料区。来过这么多次，还是有很多没有喝过的。上次来拍过大受好评的熟食区，这一家的种类很多哎，看这样一整排，
这边全部都是。看到这样摆满满的，就觉得好疗愈哦。串烧，然后这个是油淋鸡。便当也是都很厉害，太幸福了，我又回来了。我的宝贝们，你们过得好吗？现在要再走去天神地下街附近吃中餐，剩下最后两餐的要好好把握。从饭店走到天神地下街那边大概10分钟左右，也是蛮近的，所以我们都是用走的，可以顺便走路运动一下。就来日本都很喜欢用走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这一家很可爱的一个日式食堂，它就是卖很多这种定时的，感觉就很好吃。菜单就是有这些定食，然后你也可以选这个，这个的话是你可以自己选两个菜的定食哦。Thank you， 有英文菜单。那餐厅是我滑那个 Google Map 随便滑到的，因为我觉得这边好像蛮少观光客会来，然后价格也算还蛮合理的，而且看起来很好吃。它的评分好像是4.2，算在日本算是蛮高的，我想说来吃吃看。我的定食上来了，我点的是博多定食，它的话呢就是有一个豚汁，然后这边的名产明太子，这应该是豆腐跟一个就是鲔鱼煮，有很多蔬菜。哇，这里面的料超多的，我感觉这一份吃饱我会非常饱。我这次来日本有自己买味噌，想要回去模仿他们煮这个豚汁，因为这个感觉很健康，而且热量很低，又可以吃很饱。他明太子给的蛮大块的，哇哦，我先吃吃看咸不咸，我很怕遇到很咸的明太子。不咸，好好吃哦。晚餐来吃这家烤肉，这个也是在饭店附近的，它感觉很道地。天哪，我们来了一个自己。サルミサル、タクモクサ、アンチャンサルコブチャ、はい、アンチャンサルコブチャ。我们觉得这一家太好吃了，所以离开前又来吃了一次。这个是烤鲑鱼，然后我们各点了一个明太子一起烧，开心。丁总看到了，他以为我们点错是不是？对。哇，一人一盘，一人一盘，好幸福哦。夜晚的日本，好多上班族在喝酒。
到底是日本人比较爱喝呢，还是韩国人比较爱喝呢？